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《汪打鱼巨像》。我们今天最后的第十三支，最后的第十四支，不是，我在干嘛？最后的第十五支跟第十六支啊的巨像呢，今天要把它给完成了啊。如果这两只巨像打完之后还有额外的战斗的话呢，老头也会一并把它给加入进来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今天绝对是完结，不会再拖了。如果再拖的话，我们还会再出下一集。入口在哪里啊？我们的入口，看样子往这边哦。啊，好像白马王子嘛，我们这黑马王子，黑马王子来救您了。没有路没有路可以走这门居然是锁起来的。哦。从这里爬上去是吧？没得爬、啊。这边有一个洞难不到又阿古罗？来来来，好像可以哦。真的是爬这里待救不吗？我还蛮好奇到底是不是这里。不想浪费时间说。哇，抱歉，吓死了。正门貌似都被封死了。这边有一条小路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啊！浪费我们的时间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我已经感觉到战场的气息了。我们准备要开扁了。我们准备要开扁了，我们的第十五只巨像，哇靠，这么长啊！怎样，有一个国王站在上面，是不是？感觉这个会很巨大哦，我觉得会很巨大，超巨大的那一种。哎呦要求，你走路都走不稳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啊？探索古堡的遗迹。古堡之谜，哇，这个柱子好粗哦，跟我的没有啦，哦，哇，我靠，罗马战场哦，你这是罗马战场对吧？啊，空无一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时候巨像要出现了吧 ？Hello。哇，那上面有一座桥，那可以上去吗？我都已经人走到这里了，你现在跟我开玩笑？哇！出来了，出来了 ！Holy shit！ 哇！拿着野战小刀！哇塞！太大只啦！哇，这个巨像看起来好有气派哦！要求哇 ，Holy crap！ 不要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！啊，上不去！完蛋！他攻击了！巨人哥哥不要啊！巨人哥哥不要啊！嗨，你好，金来可好啊？要求。Now， 我看一下怎么办。哇！趁现在，居然没有。要不要跳到他的武器上面啊？他的毛在哪里？哎呦呀！看一下弱点在哪？弱点在头顶。哇，开工啦！有没有？这样翘起来之后，我要这样才办法上去啊！哇塞，这个谁会知道啊？我的天哪！然后呢，上来了之后尽可能往上窜，是不是？
吸引他的攻击，吸引他的攻击。动作好慢哦。攻击！哦，哇，塌下来了，有了，这就是我要的，太棒太棒了！上来上来上来 ，Hey man， 你好吗？呜，哦呦呀，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终于上来了。好辛苦哦，终于上来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闭嘴。更高的位置我要摘了。我们已经准备差不多了。有办法吗？赌上一把阿嘎林老师。对嘛，这边也可以走啊，我们从这里看一下好了。好啦，闭嘴啊。吸引他攻击。大金刚过来，快点。多射你几箭。多敲你几箭。哦，应该不会怎样吧？哇，崩塌了！这么会劈啊？龙破斩是不是？龙破斩可以跳过去吗？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哦耶，我成功了，你死定了！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弱点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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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Mate mate mate！ 啊，头上有多支箭哦！隐藏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？谁会知道你隐藏的弱点在哪，大哥？啊，不就在头顶吗？我靠，这动作好快哦！不在这里耶、欸，我，啊，不然在哪里？你别跟我讲说在脖子那边。隐藏的要害。啊，我不会知道你隐藏要害在哪、啊，还是在脸上？啊，还是说在脸上？嘎！别甩啦！别甩啦！我会死啊！背部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右边手背，右边的手背我看到了。可是，有点难搞。等一点，等一点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那个？努力往下爬当中，就这是这要害，不要，快没体力了。我擦嘞，我武器掉了。哎，擦了一下流血了。哇！哇！他居然流血了，他不是黑色的血、欸，快没体力了，快没体力了，有用吗？哇，没有体力了，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趁现在。哇！我也差点拉不到，说
你的弱点。看到了，在头顶。啊！怎么那么难打、啊？超难打的，我说这一只，这只比以往的巨象还要更强韧啊！我说真的，嘿，你就一直甩就好了，你就最好是给我一直甩。该死了！哎呀！也要下去吧！哎呦呀！来来来来来，还没完呢！讨伐巨象是我的任务，为了我的老婆，那老婆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婆。力气好大！为了老婆，哇，符文不见了。啊，还在！他晕了，他晕了，哇，消失了！哇，符文去哪里啊？最后一个符文在哪里啊？奥里宽！哇，变到右下角去了！干，怎么有这么的难缠的事情啊？等一下冲一波哦，待会冲一波，冲一波，冲一波！哦，有了有有有，省去了一些体力了。哎，不让我往下爬、欸，太棒了！一直甩就饱了、啊，嘎呀，没体力了，大哥。有了有了，去吧！哎、欸，居然没用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居然。哇，我可以无限回体力耶，好屌哦！好，站在这里回体力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摔下来了。最后一个弱点在哪里啦？哎、欸，在你的手里。哇，藏那么深哦！哦，来。快点用手攻击我！有了有了有了！我，哎呀，怎么那么慢啊？别再看自己的手了，快点快！再用你的手攻击我，快点！可恶，我失败了！再来再来再来！耶，成功！啊，你在死啊你！啊！你在死啊你！你死定了你！哎、欸，不要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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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见！再一下，再一下 ！Yes！ 哦，我打超久的，第十五只巨象，超级科波，最古巨汉。啊！结束了，结束了 ！Oh my god！ 赢了！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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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十五只巨象击溃，花了我半小时。啊！不看攻略的话，真的没办法过。哎呀！哇，十五位观众了，哇，哦，可以地震了，啊，对，那个巨象的石像爆掉了，哎呀，最后一只，嘣！最后一只巨象呢，在哪里？我觉得应该是在更右边了。因为整张地图只剩那边有迷雾了，其他地方都没有了。好，我起来了。Oh yeah！
终于迎向最后的对手。仪式已近终焉，你的愿望即将实现。哦耶！我快要实现我的愿望了。已行至此，却有来者将企图阻扰。他的族人来阻扰他。时间所剩不多了，赶紧上路。啊，他也没有跟我讲这次的敌人是谁了。啊，终于来了，终于啊！我觉得这只巨象一定会很难打，要花一大段时间来敲这个东西了。没关系，最后一只，哇，这什么？真理之门，居然是真理之门啊！居然是真理之门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了。天地万物赐我力量，哇！哇，这么酷啊！欸，如果一开始又来这个地方，应该是没有办法直接敲吧？我觉得他还是要按照顺序打才行，不然的话就跟我上次那次一样啊，直接跳关打，结果巨象不出来，跳关打巨象不理我，那我就只能笑笑啦，啊！阿古罗，有本事上来啊！啊，我知道他没本事，所以算了。嗯，这里感觉不太妙的感觉，这可以直接跳过去吗？我觉得我跳过去应该抓不到东西耶。阿古罗有没有办法上来？哎，可以耶，感觉这个阿古罗。阿古罗，我们上。快乐马，快点！啊，为什么会歪掉啊？古罗，嗯，除了这里，我没地方可以过啦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要这样跳过去吗？还是不行？这只马真的很难操控，不是我要讲，它真的是跟八七一样。动作慢到不行，跟食人巨鹰有的比，好吧？我说真的，这北西跟食人巨鹰有的比了，你就直跑吧你。有了，哇，哇，八七啊！阿古罗，你为什么要停下来？阿古罗，你为什么要停下来嘞？啊，我是不是死掉了？我是死掉了还是怎样？靠药真死了！等一下，你不要要我重走吧，拜托，给我传近一点。拜托，我不想重走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大哥，贴心一点好不好 ？Oh my gosh！ 我恨你，烂游戏！哎呀，原来这边好像有一个记录点啊，我居然略过啦，可恶！赶快来记录，赶快来记录！蜥蜴，去死啊！这边居然有记录点，刚刚没有踩，怪不得要重走。该跑了，阿古罗！阿古罗！呀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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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阿古罗，阿古罗，快点 ！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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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Oh my god！啊！阿古罗！啊！我的马！哇！还好掉水里应该是不会死掉吧？只是暂时分离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阿古罗。阿古罗！阿古罗！以后没有办法让你傲骨了，你就好好的安息吧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。第十六只最后的巨象，噔噔！我觉得这时候 BGM 应该要放一个准备战斗的那种 BGM， 一定会很帅，有没有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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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往哪边走？
往哪边走啊？啊，讲不听，来吧。哎呦，这里有个洞，我们快进入尾声了哦。这只巨象有点难搞哦，我说。哦，到了吗？哇，打雷了！哇啦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。看来只能这样爬了，没错。如果我是超人该有多好啊！立马直歇啊！哦，原来这里在下雨哦。天差，哦，这什么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巨象超大只的，可是它不会动，它是一座塔。你看这里在下雨，下面出太阳啊，判若两人的天气。这只巨象完全不会动，它就是被定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它会好像不断的发光攻击吧。被轰到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啊，然后我们要想办法靠近他，可他现在不让我靠近就是了，有没有？我终于等到你来了，快帮我抓脚底板，我的脚底板好痒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他干嘛？哦，我就知道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会一直从远处攻击我，不让我靠近。哇！而且他的攻击还是追踪的哦，他已经锁定我了。躲下去。哦呦喂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应该还记得路线。啊，让高手带你闯荡最后一关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只是有玩过而已啊，不是高手啦，抱歉。啊，接下来应该是，哦靠杯啊，吓我一跳，会死会死，大哥不要再炸了，会死。No， 会死掉啊，说真的，哇，这边要怎么过？那边貌似上不去的样子。哦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要往山了，救人啊！我有好险，好险！哇塞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等他再发一发。哇！哇！哇！哈哈！哦，要前往下面那个地洞。哇！哎呦喂呀！吓死宝宝了，还好我跑得快。哇，一直不断的发气功来打我哎、欸！哇，我的血量就这样，应该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被杀掉吧？哎呦喂、啊，哎呦喂、啊，唔汤唔汤，哥哥唔汤哦，知道怎么过？哦，走这边。哇，这个下雨做的好逼真哦。果然是重置版，好厉害哦！然后我要怎么我要怎么往侧边跳？哎呦，跳！哦哦哦哦哦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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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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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来了，他这边打得到我吗？我靠，这边居然还打得到！一个 Juke。闪过了！啊，我太强了，我太强了！别打我啊！我快到啦，我们要花时间往上爬、欸。天哪、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哇哇哇哇！等下这要怎么过？这个好像不能往……哎、欸，可以往上，可以往上。可是又可以往右边，到底哪边比较好啊？哇，这是一次发两发啦，武力全开了。往右边，哦，驾驾！我靠，一次两发，等下这有点远，这有点远，感觉不太行。我驾，我驾，哇！哈哈哈哈！难怪这边会有一个沟，我懂他为了什么了。
了解了，让我重走用的。失败了再重来 ，OK。OK。Hello。哎，我过了哦。嗨，差一点，差点就被空中拦截了。笑死！哦，我是不是到了？哎，我到了、欸！哇，好大只啊！这个要怎么上去？我蛮纳闷的。从哪里开始啊？那站着不能动哎、欸，这个家伙。哇，这要怎么？这要怎么办？平台啊，后面吗？我感觉是这里哦。不对啊，就抓不到，没有可以抓取的啊。爬鞋子上面，攻击，嗯，不理我。这里吗？哎，想太多了。啦啦！哇，这里怎么上去啊？重点，Hello， 没反应的家伙，哇，竟然你也射到我，不是吧？没地方可以抓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在后面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哎、欸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我找到了，这里，原来在这里啊。OK， 这途中他应该不会攻击我吧？他应该是打不到我才对啊，因为我在他的背后，他弄不到我，太棒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往上爬，我们要征服他。来吧。哦，往这边走，这边貌似他爬不过去，要从这里下来。哎、欸，麦挠麦挠，对，这边。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哇哦！哇，这边要怎么上去？这里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哎呀，这是它的正面还是背面啊？巨象的反应替你开路。弱点在哪里啊？这是它的正面对吧？哦，毛皮在这里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插死你！有了，起生理反应了，起生理反应了。为我开路是吧？哦，有有有，抓到抓到了！呜呜，使用一次就成功啊！这家伙，他另外一个弱点在哪里啊？不要动！哇哇哇哇哇！麦当麦当。我擦！哦哦，折反跳反跳，有了有了有了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不要动，擦爆你！那我记得这个地方，印象中哦，弱点在那里，射一下，他的手会去抓肩膀。有没有？我还记得，我还记得，
这时候呢，就是要直接跳过去了，交换一下位置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敲他头了，敲到他死为止。啊啊啊啊！你死定了！你还不死？完了，趁现在我体力还没消耗殆尽之前，赶快戳死他！完蛋，超会咬的哈林咬哦。吓一下，哇，没插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我的体力快不够，体力快不够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。喂，不要晃啊，没体力啦。哇，我居然被甩开了，好强，好强，好强，地震好大，地震好大。休息一下哦，嗨，你好，抱歉了，让我休息一下。欸，站在这里回体力好爽啊，超爽的欸。完了，不爽了。不要啦。有。有。哇，扣好少哦。他的血好多哦，这个要靠好久，这个要靠很久。没有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按住，按住，按住。别再挣扎了，别再挣扎了。哎呦，哎，这次扣比较多，插对了，什么都对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还有体力，大概可以再插个三轮，然后就要休息一下。哇，好难，好。好好好好会扭、哦，不要再甩啦！不要再甩啦！有，这次很大力。要没体力了，休息一下。哇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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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别！哇，这样也可以回体力耶，厉害哦！回满了回满了，他说你在哪里？我在你后面。啊！不要！哦呦，好险，差点摔死！哦呦呦呦呦！哦呦呦呦！赢了赢了，妥了妥了。妥了，妥了，别闹啊！扣好少哦，可恶！我一定要再来一个最大刺激。他都不让我用欸，好讨厌哦。只能慢慢消耗了吗？哇，这次没中，没靠近。有。他永远是甩不下来的。我的握力很强，只能以量取胜的啦，速度取胜的。表率真执着于最大量伤害了，好不好？干，这也太少了吧！虽然说以量取胜是没错啦，但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掉下去啊！哈哈哈。哎呀，差一点！忍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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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体力还有一点点。喂，居然没笑！完了完了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！我要想办法下去休息了。对对对对，在这里在这里。来来来，休息休息。
哇塞，这么的硬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太棒了吧，太硬了吧，硬邦邦是你。最后一下了哦，不要给我有任何的意见哦。啊，你最好少给我任何意见哦。哎呦呀，哎呦呀！哇，你得不要再晃了，拜托。Yes， 哎，居然没中，够了、哦。Oh yeah， 结束了，最后的巨象。啊、哦，好辛苦啊、哦！哇，整个崩塌哎、欸，软了。去了，再度轮回。这次应该终于结束了吧？啊，来了来了，我的观众、啊，我的观众全部都来了。难得看到多六位观众啊，真棒真棒。这样子总共多少？我有22个观众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对，22个观众。哦，来了来了！芝麻开门，哇！他们用的武器都好古老哦，哇！这戴面具，这感觉是这巨象的族人哎。最后一只巨象结束了，嗯，他们没看到什么异状之类的。嗯，啊，我还没回来哦。哇，他看到这个奇景，艾蒙大人爆了。最后一只巨象毁了。啊！怎么了？哈哈！怎会如此？他非常的惊讶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会有恶魔城的感觉？哒哒哒哒哒哒。难道女主角要复活了吗？看样子应该是没有吧。然后我们被多尔明给骗了是吧？诶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是应该会被传送回去吗？诶，不对啊，照理来讲我会被传回去，为什么我还倒在这里啊？多尔明应该会带我回去还是怎样？哦，死掉了，汪达的屁股死掉了。哇，越来越黑了，你看那指甲黑成跟什么一样？被传回去了，被传回去了。汪达被诅咒喽！你攻下。哎呀，这个女的看起来太美丽了。你攻啥？神奇的咒语。嗯，他在安息他。我出现了。哦，我的剑 ，King， 哇，有那么厉害，刚好插在地上啊，这么帅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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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6位观众来了，原来是开同学会啊，同乐会哦，我变成这副德性，我长脚了、欸，原来就是你，你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好事？不但带走剑，
还擅自闯这片诅咒之地，还用了禁术。我用禁术吗？一把剑而已是禁术吗？竟然堕落至此！哇，真的被多尔敏的主哇恶魔角哎、欸！你只不过是受到操控罢了，得铲除万恶之源才行。看，被亡灵们附身了。我果然是被附身的，后面都是亡灵，还不快动手 ！Oh my god， 外卡！哦，外卡！啊，外卡，这么是安怎走啊？哇，真的变恶魔了、欸！与其让他继续被厌弃、遭诅咒地存活下去，不如尽早葬送他。哇，我们要挖到死了吗？我不要。No！ 王达。Oh my god！ 哦、oh! ，这就是王达最后的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喷泉。哦，哦，哇，插不死哎、欸，因为我已经有恶魔的力量了，所以我死不了的。哇，超屌的、欸！噔噔噔噔噔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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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要是我再多补他几件呢、啊？怎么还要往后退嘞？我的老婆！拔开了。释放了黑能量，哇！我被多尔明吞噬了，成为第十七只巨象吗？哦，老头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想要独占这个美人对吧？可恶！假借诅咒之名啊，实偷别的女人之实哦！是谁在叫啊？哇！我变身了哎、欸！后面那是蜘蛛脚吗？哇！我变成怪物了。将吾辈之身体刻成16个部位，封印吾辈力量的愚蠢人类啊！哇！多尔明复活了，他苏醒了，我要报仇。所以说，现在这已经不是汪达了，汪达死了，吾辈要借用战士之躯在此苏醒了。已经苏醒了，不用再讲一遍了。而后面那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全部都回归了。哇，我是地狱大魔王哎、欸！快封印整座祠堂！我生气啦！哇，我可以操控吗？这意思是我可以操控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哇！我被攻击了，敲死你们！哇！我变成巨象了，我抽蜡汁，我要拿剑，我要怎么攻击啊？等一下，我还不太会，他什么都没讲。多尔敏之怒，我拿奖杯没用啊！我要知道人在哪里啊！人说我要走到我老婆前面，不能走，
只能转弯而已耶，他们应该跑后面去了。哦，他们全部跑到那边来了。哦，我要追上他们是不是？等一下，除了什么攻击之外，他都没血啊。三角形是干嘛？抬头挺胸，顶天立地。哇，阿兔是喷火、哦，他们跑掉了、欸。哇，啊，我是输了。哎，没有，我没输。他们直接跑掉哎、欸！哇，他们跑成这样子，我一只多尔敏居然追不到，贝马，哇，他封印我了，他要再次把我封印了。他要怎么做？献上自己的血吗？欸、好像是哎、欸，也不是。长眠吧！哦，不会把我封印在水里面吧？哦，有这种力量啊！原来真正的主角是这老头啊！我才是魔王啊！哇！才刚复活而已，然后要被带走了。啊！啊不！啊！我已经没办法变回原本的人类了，老婆再见了。Oh my god！ 现在是我在操控吗？让我回去找老婆。我爱我老婆。不，哎，我这样好，我这样还蛮帅的哎。哎，我这样可以前进哎，就用这种方式前进就好了。我跳。哎、欸，不给跳了，小淘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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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可恶，到了这边就过不去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我们试着尽可能到最前面一下好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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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行的，行的。喂，不对啊，这样不对啊！快点，连打连打！我要到前面看我老婆。老婆，我来了！不要闹啦，让我过一下嘛，让我过一下嘛！别那么哎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！哎，洗吧。好啊，若这样没关系啊。再来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我们办得到的，快到了。啊！那边故意不给我，不给过哦。我的坚持！哎、欸，只能到这里了，真的只能到这里了。这边有一个隐形墙啊！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好了。老婆再见了，看来是没有希望了。我不知道这个重置版有没有把它做到别的结局啦，不过如果有的话，我会把它拍出来，可是没有就算了，因为这个结局其实是蛮悲剧的，就是被吸进去了，你不可能找得到，你不可能救得到你老婆的，这是一个以一个悲惨做结尾的一个游戏结局啊，下去了，好吧，汪达就这样子被封印了。什么都没有剩下了，等等，全部都没剩下了。我也没达成我的愿望，他们就这样走了。他
们就这样走了。我，这是故意爆掉的吧？这是故意爆的哎、欸！完了，这样子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过来这里了、啊。最后的主角才是他们这几位啊！我只是个配角而已啊！我顶多只是个配角。呵呵，充其量只是个配角是吧？哇，只剩他一个人在这里放生他，他不该不会醒来吧？然后醒来之后呢，被困在这里。还是说在这里永久长眠呢？哎呦，嘴巴动啊，醒来了！你这家伙，你就是到最后才有戏份啊！哇塞，你在这边躺了一世纪啊！你好意思起来？你干脆不要起来好了。你的戏份超少的、欸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戏份的家伙。如果他要讲话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声优应该是怎么讲，还蛮轻松的啊，就配这一部分就没事了啊，还蛮屌的。花钱请声优配一小段，结束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玩得好累啊！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过了十几年，没有第二集，也没有交代这个女孩。哎、欸，阿古罗，我听到马声音，阿古罗回来了。你们的汪达已经走了哇！阿古罗掰咖。哇，阿古罗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想见他的主人一面，很可惜你见不到了，我已经被封印了。结束了，根本就没有人记得这个人了啊！女孩子醒来了，真的是有实现愿望吗？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是已经过了很久，尘封已久了、欸。哎，你看，全部都被风化了。啊，那个巨像全部就是大概过了800年左右，有没有？沙子都堆上去了，这样子。所以说，这个少女到底是被谁救啊？是被那个祭司救，还是真的是多尔明答应这个汪达救这个女孩子啊？我真的觉得有点，目前就是一个伏笔吧。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一个答案呢、欸。哇，那这边一堆巨像的尸体，应该不能讲尸体，应该讲残骸。啊，让你回顾一下，全部都变成泥沙了。这个地方应该也不会有人来了啊，桥都断成那样了，有人过得来吧？除非开飞机啊！啊，这就是蜥蜴。啊，这只是那个蒸汽的，全躺了。这是沙虫，那个追我追得很勤的那一只。啊，这个是斗牛士，小小斗牛士。
啊，再来就是那个拿棒棒的巨人，哎，没有，这是水中的那一只。结束了。好、哦，那古代裂空座，古代裂空座，哈哈哈。啊，这个嘞，啊，这个我知道，长得跟斗牛是很像的，小只的，小只的。啊，再来就是拿棒棒的，哎、欸，不是拿棒棒，拿小刀的那一只，陈小刀。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只，啊，倒在这里。哦，后面还有动画，他们继续跑，然后最后全部都掉下去了，没有？他们成功逃离了这里。其实他这个最后这个男主角有羊角啊，就跟那个以前最早的 PS2 游戏《迷雾古城》其实有关联的感觉，很多人都猜这个是《迷雾古城》的前传啊。我必须说，罪孽深重的悲哀灵魂，如此一来，今后不会再有人擅闯这片土地了吧？过不去了啊，都塌成这个样子了。若是你仍活着，若你是能在这座封印之地下之地上生存下去，啊，或许回报之日终将来临。回报之日是怎样？阿古罗继续跛脚。结束了。这迷雾古城 PS2 的游戏，老头之前没有玩过啊，因为怎么讲，当时年轻没有钱，只能看别人玩，所以说老头没有玩过迷雾古城。不过我猜搞不好还会出迷雾古城重制版也说不定啊，因为迷雾古城也是一个男孩。然后之后那个男孩好像也长脚的样子吧，感觉有关联性啊。哎，刚才小女孩说话吗？啊，小宝宝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后来他就是转世投胎变小宝宝，然后有人说这个小宝宝就是那个迷雾古城的男主角啦，所以说很多人都说《汪达与巨像》是迷雾古城的前传啊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返老还童嘞，可是在长牛长恶魔角啊！哇，走掉了！哇，那个脚变得像什么弯曲的回纹针？是宝宝？那、啊、他回去了？他也回不去哪里啊？没路可走嘞！阿古罗，你要回哪里啊？啊，虽说这个结局算真的蛮悲剧的啊，很悲剧的一个结局啊。超级悲剧。好、哦、他们走上来了。这女孩到底晓不晓得她是被救的啊？我觉得她应该不晓得。甚至搞不好丧失记忆了也说不定。如果说啦，这个巨像应该是说，如果说多人民真的没有完成他的愿望，是祭司救了他，那我觉得真的汪达这一生，我觉得都白搭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叫祭司来救就好啦，为什么汪达要这么笨呢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啦，汪达为什么那么笨，跑去帮邪恶的那一方，是吧？我就觉得悲惨的结局。阿古罗来这里干嘛？哦，他来这边找新家是吧？喝水。哦，有鹿，
我玩这么久都没看到鹿了，这里居然开始有小鹿斑比，有这代表说有肉可以吃了，是不是？把它杀了，看屁啊！呵呵，动作好笑啊！这动作好不协调的感觉啊！你在干嘛？你走开哦！你怎么踢爆你？哇！一堆动物都来了欸，太扯了！你以为你是白雪公主是不是？那这是女的，都一堆这种动物飞过来，是男的全部都飞光光，对不对？你看双重标准啊，双重标准，双重标准。好吗？一过来说，靠，原来这是男的小 baby， 我要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双重标准。啊，到底哪时候结束啊？这动画我到底要不要关掉？还是你们想继续看？啊，看一只老鹰在飞，这样你们也爽哦。噔噔噔噔，这个破关应该有那个追加道具，我觉得应该有追加道具。噔噔噔噔噔，我觉得啊，他这个 BGM 啊，有跟没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怎么讲，这个游戏开头一个 BGM 都没有，应该是说这游戏中后期一个 BGM 都没有，除了战斗画面，战斗场面啦，除了战斗场面啦，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 BGM 没有给我一种就是耳熟能详的感觉，反而是为了这个结局而打造出来的 BGM 啊，就觉得其实可以不用，你知道吗？多余的。哎，老鹰又飞到迷雾里面去了。哎，这不是最早的一个场景吗？啊，老鹰飞飞，再见了。2005年到2018，你看13年，我没猜错吧？对不对？相隔13年的重置，咻，结束了，终于 ending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获得什么特殊道具之类的，我觉得一定有。于圣坛里的巨像石像前按下 R2 祷告，可以进行计时挑战。诅咒使者奖杯 New Game 加与镜像世界模式已开放。嗯，怎么突然哼一声？好，哼一声是怎样？他说那个镜像模式，我记得是颠倒模式啊。颠倒模式怎么玩啊？算了，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结束这个系列啦。啊！然后所有巨象均被击败。那这样子呢？我还可以进去看吗？我还蛮好奇的，我看一下好了。他说所有巨象都被击败，我又飞回来了。这是开头吗？不会吧？我看一下这会不会是开头？好像是开头。哇，是开头。我们的汪达又回来了，靠，别笑死，略过。我们看一下，血量那些都在，哇，巨像要重打。然后我们一样只有这个东西而已，其他东西有跟没有一样。靠北啊！怎么我的 Siri 突然讲话了，吓死人了！按下 R2 祷告。真的可以计时挑战好酷哦！好吧，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到这里结束啦啊！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，也感谢各位支持这个系列。啊，长久以来的支持，感谢各位收看喽。我们今天就是到这里结尾啦。啊，如果喜欢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应该是没有下一次了。汪达与巨象，永远再见了，拜拜。